欢两个蛋一起。蛋双蛋。王力宏化身厨师来到电台宣传即将发行的新专辑，看他煎蛋摆盘的动作一点也不马虎，加上一些蔬菜，然后呢玉米呀、啊，色香味俱全。不过除了宣传新专辑，自导自演的电影也即将上映，但在日前却被媒体爆出与电影女主角刘亦菲传出绯闻。好像每次导演跟女主角都会有这样的遐想或是这样的新闻，可是跟他合作真的很愉快，然后我相信亦菲是一个很会让男生啊或是男的观众都会心动，看到他就会很喜欢。否认与刘亦菲因戏深情，接下来王力宏也传出将与知名女艺人章子怡合作的消息。我也是昨天看到新闻才知道的，所以可是有机会跟子怡合作，我也很开心啊。我们也是好朋友，然后我们未来的东西我们再看吧。相信所有王力宏的粉丝们都相当期待他的新专辑跟新电影，就请大家再耐心等等，拭目以待喽。搜狐娱乐播报，台北报道。